以及王小明教授，之后是休斯顿康佳会、中山学术会，哦，休斯顿延吉舞，休斯顿教皇人之友会，欢迎，还有安良工商会，以及我们 FASTA 的小朋友的代表进场。之后是我们美南大专校联会的各旗手进场，我们要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。我们龙光联谊会的护旗队进场，谢谢大家来参加中华民国112年元旦升旗典礼，以及感谢过去大家对中华民国的支持以及对台湾的肯定，让世界看见台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台积电移厂到凤凰城，所以呢，这个世界看见台湾，每天都在电视上、网络上、各媒体上大放光。所以我们非常感到荣耀。